钢，对，叫志钢。来，快下来，来，凤凤姐，500块下来。来，四只，五只，再来，六只，够500下来，500块，500块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回来找你。
敏现在在上海哦。他因为他最近都在写功课，所以他现在改名叫功课。一清现在改名叫功课。我知道了，我会。他搞不了。鲈鱼这个会五百块人哎，五至五百，那鲈鱼的。哦，奇怪，看我的，奶奶卖。看后面就知道，你看后面就知道。他今天赚多少？我跟你讲，你们去看那个，你们去看那个四年前的直播，随便看一台，随便去看一台直播进去，你去看那些留言的人，现在都不在啦。你们去看四年前的直播，看乌日的。哦，去看里面留言的，你去看里面留言的，你去看里面留言的，里面的人全部都不在了。整场留言四五十个人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你们现在都不认识，所以正常的，懂吗？过一阵子就会换一批人，过一阵子就会换一批人，都是很正常的，所以不要觉得奇怪。我都很熟悉了啦，我都很熟了。哦，对你很久了。这个多少？等一下。两三
海洋肉很好吃。三只是买。信宏会结婚吗？还不知道呢。信宏结婚，我就必须要去直播了。我跟我弟就要去直播了。哦，喝朗，好久不见了，喝朗，喝朗真的很久了。直接走了，你看，总共就看到了。到最后被他拿走了。喝朗啊！放在这里面吗？好啊。文豪也很久了，我一年在海王子身上挣多少钱？我在他身上还好，三百多，我在其他身上赚比较多钱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如果你觉得这个好赚的话，你就自己来赚就好了，不用讲这种话哈。八百，没有艾丽莎她多。也没有那个特殊任务多，那个一直骂民进党的赚比较多，我没有赚那么多。那个一直骂民进党的赚比较多，我没有他们多。他们一直骂民进党，随便做一个辫子就是我一个月的钱，做五年了。什么东西？伊讲咱网络公家，你才十点呐。10:30开始，没有啊，我没有说10:30开始。对啊，还活着，我们是脏话。对啊，我昨天拢来超过6:00啦，6:00开始啊。我买啥？我一次买6万。博弈也是酸民呐，那个从4年前开到现在，所以没有封他哦，我把他放开来。是6:00到10:30，6:00到10:30。每场都是6:00到10:30。6:00到10:30。里面是阳光在打过，对，因为他们每一场是那个大概都6:00开始，专程来的啊，这个6:00到10:30。说了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关系的，啊，你这样了呗。综艺有营业啊。看一下现在是 OK 23。那个我们唯一没有拍的就是竹山呐，唯一没有拍的就是竹山。那时候本来想要去拍的，可是这个查了那个位置，我觉得算了。好，准备休息了，倒数计时就这样子哦。母亲节快乐哦！等一下，你觉得？啊，他跑走了，信宏跑走了，是。那边信宏过来，信宏，你帮公母亲节快乐，亲节快乐，要敷衍的啊，你要双手，超敷衍的，三，收播了，一，拜拜，收播了，拜拜，下礼拜四见，拜拜。拜拜。